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杜嫂子吃繁衍猫，哎呦我的妈！非常真诚的祝福，我们来看下一个。走，去看电影。我不太想看。不想看电影，你想去干嘛？我想去做旋转木马。那我帮你收拾收拾。太美了，拍完照我们就去做旋转木马。嘎嘎美，这旋转木马里全是熟人。可以说是非常熟了。我们来个最后一个。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这这么高，还有人拍呢呢。给他拍到上了，拍上网了。等红绿灯踩住了的头吗？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这傻子。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种狗很贵吗？这么只买了半只？哎呦我的妈！你是分期买的吗？我们来看下一个。下面网友给他配了张图，当睡醒的爸爸。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个最后一个。你是两个妻子，你们四个叔，四个叔子。我随便讲个段子，都比这会。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一家三口打方针都被防沉迷。哎呦我的妈！这是网友总结的到位。我们来看下一个。比刚钓上来的鱼更活跃。当时准备跃龙门吗？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笑死，这么多人围着等我录头，还是在产房。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啊，就是一考免三考，免的分别是中考、高考还有研究生考试，然后就直接从初三变成一个硕士了，就是很开心啊。自己现在虽然是初三，就你不用考，但并不代表着我不能考。起早班练就是你志存高远的能力。而中考、高考练就是你的心态与意志，是练就是你脚踏实地的能力。中考、高考备考前的这一段时间很枯燥，很有压力，但是它恰恰就塑造了你这种坚毅的这种性格。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这是培根说过的一句话，当时我在初三课本里面。我也是一考免三考，中考没考上，后面的都免了。哎呦我的妈！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下一个。姐妹们，韩国大学的食堂可太适合减肥了，那高低今天得来一勺。哎呀，怎么又是泡菜呢？我感觉韩国人血液里面流的都是这个红彤彤的泡菜汁。海苔估计这辈子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够单独成一道菜，养乐多居然也能够单独成一道菜，这个是糖心荷包蛋，真的是饿傻了。养乐多进入肠道后，这有什么可笑话的？但是吃的确实没必要消化。我们来个最后一个。看那个玩具已经看了很久了。是啊，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也喜欢过这样一个玩具。儿子，看够了吗？看够了。看够了，来，我们回家了。你真的很喜欢吗？超级喜欢啊！那我们明天再来看好不好？等一下。是不是这个啊？
好的。妈妈照片已经拍好了，我们在家里就可以看。谢谢妈妈。走吧。医生说他真的很需要吸氧，孩子说没事，让他看别人吸一样。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那些年我在宫里的日子，哎呦我的妈，好一个在宫里的日子。我们来看下一个。你们都是什么原因没有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你们都是什么原因？来看这评论啊，不划算的，有那分数能报两大专的。哥们说的没毛病。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爸爸你回来，砍柴不正用李征。爸爸，你要哭的闭嘴。没有爸爸。你错了吗？我错了，我不敢叫。要是我儿子这样叫我，我拼了老命也得上去一块站着。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趁机走正门，并非走侧门吗？哎呦我的妈！这门还装的相当合理。我们来看下一个。哎呀，你别走，哥！全村唯一去过海边的人，高迪是全村的骄傲。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哪个呀？是旁边那个。老板说终于有人看出来这是隐藏款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宝宝现在一周岁了，这里有11本房本，以后都是他的嫁妆，这是娘家给他的底气，希望他以后富贵所是烦恼。果然人生最大的分水岭就是羊水。哎呦我的妈。还得是网友来评的。我们来看下一个。我们班那个孩子就是他的性格比较活泼，比较爱说话，我就给他换了好几个同桌，他跟谁坐一起都能聊得开，所以就把他给我做一个朋友。这孩子也是怯场，谈大客户不行啊。你得多谈点大客户才能进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一开始像造上的，原来是造上的。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酒香不怕巷子深。哎呦我的妈！喝的是你的味道太大了。我们来看下一个。网友们，你们都有哪些女友无缘无故生气的神操作？早晨起床的时候，她突然扇了我一耳光，说我压着她一起的吃饭。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他的第一时间选择保护孩子。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有没有一个东西是你对象亲手给你做的，而且一看到这个东西就会勾起他美好的回忆？看完这个视频一定要给你的对象做一个，哪怕以后分开了，你去他那喝喜酒，当他看到这个比心衣架，心里一定会勾起那段甜美的回忆。
分手后闺蜜送那个衣架哥。哎呦我的妈！非常的真实。我们来个下一个。我真的在打球，我不是去酒吧。6666，这个好，打了一年，谁不认识谁？叫什么妖估计都没见过。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超级侦探，认真吧。露出我犯什么案？我破案。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南方小土豆说没地方睡上我家来啊、哦、我家的炕反正不算太大，能睡100来人，大火炕也就能睡100来人啊、哦、就说那大火炕看看，两口子睡一张床上都属于异地恋。哎呦我的妈，坐头等上去见对方吧。我们来个像一个有力量感。给你买了 iPhone 5，你就要 5S。真的是出洋相了，并不及时的出洋相。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一开始我看他把那个小猪拿出来在那洗，我感觉挺搞笑的。刚拍完，我又发现那个小哥哥把我那个拖鞋又拿出来在那擦。对待工作这么认真嘛，感觉挺可爱的。幸亏你没在车上。今天的网友投稿，好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狗说：“谁能吃得起凉皮？”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哎呦我的妈！哎呦，多死了！我们来个下一个。你哭什么？结婚。这么，你这是高兴的吗？高兴，高兴。你没有对你好是不是？我做饭，我收拾屋，我叠衣服，我。别哭了，哪个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老嫂子，你得坚强点。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当你一人带着回忆到二十三岁的时候，狗子说：“愿闻其详，静观其变。”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过。再过。再杠，等一下，都不要走啊！你最 care， 给你了吧？有你是我的福气。不管不愿我提取的美，他都对 K 了，你错了，对呀、啊！哎呦我的妈！网友多死了，我们来个下一个。老师，老师。哥们儿，你是咋出去的？我也很纳闷。我们来最后一个。我咳嗽都比你们好得快。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混得不错呀，旁边还跟个麻子。哎呦我的妈！还得是网友来评论，我们来看下一个。一条街都是奶茶。下面听的说跟着咳嗽过人吧。
这些人才呀，我们两个最后一个。又买了个烤肠，帅。还有我的乖乖。嗯，不如吃，帅。我的乖乖，看这辣椒面，帅，真帅。嗯，他为什么要在嘴里说房东话？怕人偷他的扁桃体吗？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天哪，一首儿歌写这么高，带有诗句都能对月成功了。哎呦我的妈！还得是大神来评论。我们来看下一个。其实这是教练被学员气成狗了，还是网友眼睛尖呢。我们来个最后一个。敬酒不吃吃料酒。今天的网友投稿，好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对方撤回了一副假牙。哎呦我的妈！这回的太快了，有点没看清。我们来看下一个。分别是三级、二级、一级网络。内容都非常真实。我们来个最后一个。不碰感情了，积了八次，离了八次，民政局能办会员吗？巴黎世家。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都笑死了，二姑！哎呦我的妈！二姑抬的正起劲呢，我们来个下一个。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太安全了，注意危险。哦，有多损啊！我们来个最后一个。问女同事对你说：“我一个包比你一身都贵，你如何做到？”高情商又来了，什么包？爱惜包包。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这是去年的龙井吧？娘娘还没喝完啊。旧时的茶，即使存放的再好，也有股子霉味儿。臣妾都赏给宋芝他们了。臣妾那儿有金春新供的雨前龙井，等下让宋芝拿一些过来，皇后娘娘尝尝。下面的评论说：“这是什么妃？高妃吗？”哎呦我的妈！这个大视频的这位姑娘是住在五金店吗？都是些人才呀！我们来个最后一个。大家是去看望仓鼠吗？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Get the fuck, shut the fuck.全部学完再转一遍，也算一下。哎呦我的妈！网友还是非常的严谨。我们来看下一个。下面网友配了张图，万毒蛇蛇。真的是一模一样，我们来个最后一个。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不要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稳稳不被判出局。不必证明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耶、yeah ！很喜欢这种眉毛大不了。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花针，花针。花灯，花灯，花灯，等灯关了，外婆已经列出马甲线了。哎呦我的妈！母鸡都发快了，我们来个下一个。气死我了！这是网友来评论，我们来个最后一个。后面的人能不能回课室上课？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当年唐僧就是这么丢的。哎呦我的妈！还是唐僧网友来评论，我们来看下一个。这回我就要这点，这边跟我没关系啊，我就要这点，就拉下来多少是多少啊。行，对对，就下刀吧，下刀。大姐干什么呢？行了啊，大姐给你忘了个31D。还不赶紧搬进去住？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不会是和你爷爷一样调皮。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是否对你传说的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因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穿梭无动于衷。冷静点，都少唱两句。哎呦我的妈！还得让网友来劝架，我们来看下一个。赶快跑吧，等一下来了买东西了。再不行再加摆个摊呢，我们来个最后一个。够不够孩子？不够，你把自己圈里面。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大哥只是喊了一句 Hello 小金毛，原本互不相识的一人一狗便开始长达500多天的投喂之旅。 Hello 小金毛， Hello 小金毛。然而好景不长，大哥因为要回家发展不得不离开，网友也纷纷感叹世间没有所谓的永恒时，大哥也鼓起了勇气跟金毛主人商议，愿意出高价把他买下来。而主人听完他们的故事，感动之余把金毛送给了大哥。在历经500天后，一人一狗终于突破墙壁相见了。而看到金毛居住在这破败的房子里，大哥和网友一阵心酸。因为交通原因，大哥只能徒步2000里把金毛带回了家。然而事情的真相却让众网友纷纷破防，金毛居住的房子是原主人专门买给他的31平，之所以破败不堪，是因为精力旺盛的金毛自己拆的。得知真相的我，可怜之毛必有可恨之处。本以为是高攀了，没想到是下降了。哎呦我的妈！网友多损呢，我们来个下一个。看这里，在山上发现一座古墓，一个大盗洞。
操点成了副主任，那得是网友来评论。我们两个最后一个，说明个问题：想要女孩转过身，除非脑壳装满水。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敢想象和你做一桌吃席，我还能夹到什么？哎呦我的妈！这一夹都夹双份，我们两个下一个。大人呢？他去上课了，手机还在。我给他发个消息吧。你手机没拿？有消息了。你手机有消息了，你快点回来拿你的手机。有一个语音呢。哎，我给他回个消息。你手机没拿，你快点回来拿你手机。有人一直给你发消息，你不要再给他发消息了。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呀？万一没看到消息呢？不是些人才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乾坤大挪移。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猫说个头不大，你两头说话。哎呦我的妈！猫有多深啊？我们来看下一个。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以为是卧铺，其实是站票。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哎呦啊，你看小坏猴，是不是把他洗？只要你们相过亲，就知道这些猴子不少。哎呦我的妈！该死的小编，我们来笑一个。什么小孩子？人到了合肥，裤子还是掉漆。裤头裤尾差几千里，我们来个最后一个。这么长的线。你小时候是不是说话吗？今天的网友投稿，好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真的就是老师的。哎呦我的妈！幸好福利满满，我们来看下一个。
上面的病人说：“这个紫砂仙子鸡吗？每天两包槟榔。”那就是网友来点评。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巴拉巴拉，哆哆哆哆啦。Come on, baby. Yeah. Oh. 看吧，心情不好，小孩都显老。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天哪，我儿子的奥特曼，我怎么敢这么拍？哎呦我的妈！都是哎呀，我们来个下一个。我想问问谁在我电子秤上称体重了？撑在这边的扎到这样了、啊、他只想吃顿煎饺好一个煎饺我们来个最后一个练琴真好14秒睡了5觉今天的网友投稿，老规矩，我们先来看视频。无语死了，真的无语死了。你说哥们儿被夹了，我是员工。哎呦我的妈！被夹的一头的包，我们来看下一个。顺三。母子平安真是个大胖小子我们来个最后一个上面我知道是你出来你终于找上门来了叶问